录着了。OK，录着了。你右上角那边有一个那个 buzzer 的那个按钮，啊，你按那个按钮，buzzer 不是这个，上面一点。上面一点，OK，这个好吧，按一下。extension，按一下。这个。OK，我们的 Google Meet Attendance 哦，OK，自己导入了过后就会有这个东西在那边了。所、so, 以你按一按，OK，它有一个 Start Meet 嘛，看到吗？OK，所、so, 以你按 Start Meet 哦。OK，要 Next 啊。OK，打你的 password。好，什么？哎，进来哦。是啊，OK，Start 哦，Start Meeting 哦，Join Meeting 啊，该你打什么名字哦？我打一份，我现在我要放我随便放，还是怎样？放班级？如果是啊，成没有没果，有关系的，你直接 start 就可以了，先 start 啦，直接按 continue 啊，所以如果我们是用谷歌直接谷歌 Meet 那边也是可以的，是吗？这是第一次不了，如果是什么啊，过后每一次哈，我都没定了的。OK，你有看到左边那边有一个那个 glass list 吗？去左边那边。我这个打叉，打叉掉先，OK，然后你去左边那边，OK，这个东西吗？OK，你啊，看你时间对不对？11:43，Permit 对咯。time set to 11:43，OK，对。然后就没有问题了嘛，对不对？OK，所以你按你按那个时间，OK，好了啊，OK，你看左边那边，左上角左上角哪里？这个看这，glass list，按你按，OK，你按 add。哎，是哦，还进错人家的谷歌 Meet 夹了。OK，然后我就比如 4S 啊，我就放 4S，啊，你看就这打个，4 OK，然后右边的一个加的 button 按一下加，这个，啊，OK，the 哦。glass 的咯，OK，现这样子就现在呢，OK，你的这个整个 session 哦，是只有一个人，如果有人加进来的话，就会加人这样子，OK，for example，现在你把这个 link，你把这个 link share 进去，我们现在这个的 session 里面，你按左下角那个 J 那边看到吗？按一下，然后转进去，那个确认呀？你直接按那个copy 转进过就可以了的。其实，没有吗？那下面多余的进不到了。有啦，OK，那上面那边你按回你的 meet 那边哦，上面，这个，啊，你按，按回去我们的谈话。我们的谈话咯，然后你 share 进去那个讲话的那个格子里面哦。哎，右边那边是1:45，看到吗？旁边那边。在讲话了，按你按讲话，没有，1:45那边，OK，是对。上面这个，，Hello，上面，他叫我。上面，哦哦。然后 share 进来喂，等一下，人家，你这个是哪里跑出来的？，OK，然后这个 link 啊、哦，我现在按那个 link 哦，然后我就加入你，你去看你的那一个新的那个啊，刚才那个有一个 J 的那个有没有？啊，你看着，你看着啊，喂，我王源啊，你会发现到，哎，他搞了一个那个，搞了一个人哦，在你，那名单在你。名单在左边呢，哦，啊，他就电立话刻有，码。没有先呢，等一下，OK，所以现在我 leave 掉，喂，要等一段时间，要等10秒了，10秒过后我 leave 掉的话，我现在离开的话，他那边你那边就有记录了。可是10秒还有10秒钟时间，如果那个人进来，我立刻就出去，那个是不算的。哦，又要半途离开，也不影响他的卡丢拉呢。会影响他打掉，就是说你会知道他几点离开，几点加入的。等一下我跟你讲怎样。OK，现在10秒了吧？应该讲这样多废话，应该10秒了。OK，so 我离开，OK，我离开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你那边。开了，对不对？OK，所、so、以你按 End 底下那边按那个红色的那个 Leave Call button。这啥？我按离开啊？啊，你按离开哈。我按不到哦，不是啊。好。我离开啊。按 Leave Call，你对关哈。我按立刻就没有了，关掉了都。给你了，OK。OK，so 他就会问你要不要 download multiple file，按 Allow。Allow。对，你会注意到底下那边有个 CSV file 跟那个 HTML，你按开那个 CSV file，
这个吗？啊，对。哦，等一下你就会看到，哎，啊，看到吗？看到我的名字吗？哦。啊，我的名字会在那边，然后日期，然后我的 email， 然后我打了什么，我进来，我拉信，在那个课室里面，然后我进出几次，那个 number X 进出几次，然后我就没有几次，这样全部都会在里面。comment 什么都有啊，对，全部记录都有在里面。说你的学生如果有三十个人，然后他这边就有三十笔的记录。当然，如果中间中有人端线，他就会有两个记录啊。如果中间端线就有两个记录啊，就有两个记录哈，几点进来，几点出去，几点进来，几点出去啊，全部会记录在里面。他如果一直进出啊，就有很多的记录啦。把永杰，因为你可以。这边里面就知道他到底有谁了，就在这 X 上了，方便了。OK， 那个方向还先，这个那个什么呀？这个是 HTML， 你按着你拉上去上面那个 Meet 那边，你就会看到，按着拉上去去上面，再上阿方，看到没？阿方 ，OK， 来，它是这样子的，一样的东西啊，后面啊，这样子而已。哦。OK， 那个青色的，我出现了时间啊，我出现，然后他用图表来，在那个标包是全部知道吧？你出现的时间是什么？你说这两分钟？这边啊，里面呢，这两分钟之间呢，我出现的时间呢，11:45到11:47哦。哦，真详细的啊，注意上面。这个比较清楚哎、欸，那个。你查完你那边。关掉哈，那个谁。你。OK。好你啊。没有问题了，很好。可以结束了，然后那个 video recording 记得 send 给我。老公，你 upload 去上面呢？讲 stop 了，太久没有。老实看。讲 stop 了。怎样？当然是按个 leave call 啦。等下、啊，我关起来先。哦，中间那个 leave call， 中间是不用这样。来来来 ，start recording。